我哋要傾傾啲嘢啊！你大概幾耐之後啊？出面等啦，如果係咁。係，佢即係等啦，係啦，我哋十分鐘到嘅啫。十分鐘。係。係翻呢度出嚟。係係係。得，唔該。咁我哋黃生可以褪翻。好。褪緊，褪緊，褪咗先。得，褪啦。褪唔到，褪唔到，褪唔到出去。得，得。褪啦，褪你俾個位我哋褪，褪出嚟先啦。褪啦，我哋 set 定個位先啦。在理工大學入面咧，港大法律學院張達明同埋香港大學嘅校長張翔咧，就入咗嚟理工大學。佢哋嗰時咧要喺入面傾大概十分鐘左右，然之後會出嚟同記者交代嘅，應該係。咁所以我哋而家咧要稍等一陣先。後啲啦，圍個圈。就是在理工大學入面 G-Core 地下，咁啊，而家喺入面啦，就係見到咧香港大學嘅校長張翔同埋香港大學嘅法律學院嘅講師張達明咧，就嚟到現場。咁佢哋就話係要喺入面咧討論一段時間，咁大概十分鐘左右之後咧就會出翻嚟。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要喺出面稍等一陣先。我哋系喺理工大学入面 G-Core 嘅地下，咁样我哋刚才咧，大概喺五分钟之前啦，就见到港大嘅校长张翔同埋法律学院嘅讲师张达明咧，就嚟入到嚟校理工大学校园入面咧，咁啊。他們就說要談一段時間先，大概十分鐘之後呢就會出回來的，所以呢你就要等一會。
咁啊，其實佢哋都冇講到話佢哋點解會入嚟啦，所以暫時就未清楚佢哋入嚟嘅用途。但其實咧，張達明講師咧之前咧就已經係入過嚟理工大學呢度啦，咁就係勸説一啲學生去自殺，咁咪都係成功係帶走咗部分嘅喺校內嘅示威者咧，咪出去自首啦。咁啊，佢而家咧又同聯同廣大嘅校長張翔咧，咁啊嚟翻理工大學入面，咁未知佢哋今晚嚟嘅用意係乜嘢嘅。七咧，我哋連到機嘅，你幫我教一教啊！阿寶啊，發兵七啦，唔知點解連唔到？係啊，多謝。
咁而家見到張達明出咗嚟啦。咁啊，啱先咧，本身咧，港大嘅校長咧，張翔同埋講師張達明咧，就入咗嚟嶺大嗰度啦。咁啊，佢哋咧就話應該係入嚟咧，係想同學生對話嘅。咁頭先張達明咧就同現場嘅記者解釋啦，就話因為咧覺得即係如果有記者影住咧，咁學生咧會唔係好夠膽出嚟啊。咁咧，所以就希望咧記者而家。咁俾啲時間啦，咁可能30分鐘左右咧，咁啊等佢哋同學生可能傾完啦，咁啊會再出嚟交代嘅。咁啊，剛才張達明都有講到啦，佢哋其實入嚟咧唔係淨係話即係淨係揾 CONU 嘅學生嘅，咁亦都係可能會 CONU 學生係佢哋嘅首選，但係都可能會同埋其他嘅即係其他學校嘅示威者去對話。咁所以咧，而家啊咁啊現場。記者都答應了，就現在暫時我們就不會跟隨他們的對話，那就完了，那張達明答應就是會再出來跟我們交代的。那既然是這樣，我們現在暫時就中斷了這個直播先，那等一陣子如果他們出來可能交代一些他們對話的內容。